那天我们大吵了一架，之后就没再联系。时间如果可以像那块被我摔坏的手表，我会转动指针，回溯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。那时我们都像小孩，胡闹是因为依赖，主动是因为在乎，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。也许你说过，如果有一天谁要离开这座城市，就到最初相识的地方，用照片打包最美好的回忆。